养殖去赶海是什么样的体验？这么多海螺，你看，哎呦，哇，好漂亮！这里还有，哎呦，遍地都是。那这里，哎呦，你看，这个粘在这个身上，哇，这个一起收了，哦，都是有肉的。哎呦，漂亮漂亮！这里还有，哇，这条这么大。我又缩进去了，哇，这条好大，起码有2斤左右了。这里还有，哎呦，哇，你看，好漂亮。这里，这里还有，哎呦，你看，那个泥土都粘在上面。这里还有，哦，这个贝壳是白色的，这个更漂亮。收了，哇塞。这里一堆皮皮虾，哎呦，哇，一抓一大把，你看，这里还有，哎呦，好多这里面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有膏，这里还有，哎呦，哎呦，嗯，收了，哎呦，这里勾起了3条石斑鱼，你看，哎呦，哇，抓到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好漂亮，这里还有。哎呀，那还有一条，这个是龙胆石斑哦，挺漂亮的，收了。这个石头洞里面有鳗鱼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哇，这个怎么抓？我怕被它咬。哎呦，喂，直接把这个石头放开。呀，哎呦，好重！呀，你看，哇，这2条，哎呦。嗯，这里还有，哇，这条2条颜色不一样，这个棕色的，收了。哎呦，那是什么？哇，哎呦，哎呦，一条这么大的鱼，躲在那石头洞里面。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大，应该有1斤多了。这个就收了。哇塞，这里这么多螃蟹，哎呦，哎呦，兰花蟹。遇到兰花蟹窝了，你看，好多这里面，小心点啊，被它夹到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幸好我手套厚。嗯，这里还有，哇，哎，这个有蛋哦，有蛋就不要了，把它放这里。呀，里面还有，哎呦，哇，你看，哎，这里还有，这个要把石头翻开。你看，哎呦，脚断了，这个也有蛋，这两个都放在这里吧，不要了。有，这里有条鱼，哎呦，哇，抓到了，哦，柠檬鱼，好大哦，你看，嗯，挺漂亮的，收了。这条好像也是柠檬鱼，哇，抓到了。比刚刚那一条小一点，这个挺瘦的，你看，身子很薄。这个也收了。哇塞，这里有几只龙虾。哇，你看，看到我来，就想用那个锡纸挡住我。这里还有，哎呦，哇，卡在里面，出来出来，哎呦，还想跑，哇，你看。哎呦，嗯，这里还有一条，你看，哦，收了，2只小皮皮虾，你看，哎呦，哇，一只大一只小，这个尾巴蓝色的是那个母的，这个丑一点的是公的，收了。